那么，再进一步讨论这个略明，略明呢，它的含义就更深了，不仅仅说是用严刑峻法来这个威慑老百姓，严刑峻法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了，最主要对老百姓要有仁爱之心的感化，感化，那么。不仅严刑峻法，其中还体现在很具体的几个方面，这里就提出了八点。你看，这就是作为官员跟老百处理老百姓关系，很容易在失去仁义的情况下所导致的弊政，或者叫暴政啊。第一是或者争取钱粮，因为老百姓种田，他都自古以来都要纳税，古代纳税它是比较轻一点的，叫拾遗，十分里面取一分，有时候叫井田制，井就是周边9块地都是私人的，中间这一块是公田，你公田就那个，当然以后随着各个战国时期各个国家要打仗，一打仗就是开销很大，这时候苛捐这个税就越来越重，搞得苛政猛如虎啊！苛政猛如虎就是征税太重，征太重，民不聊生，那官员肯定要争取这样的钱粮之税，钱粮之税呢，如果你催这个征税。你用不正当的手段，非常暴的手段来对付老百姓，人家老百姓实在交不了，你还把人家房子拆了，把人家这个等等这些，这也叫虐民。第二个是你这个私家这个科目，就是你这个建立一些名目。抽这个税，抽那个税，抽税的名目繁多，而你收上的税，实际上是无非是满足公务的需要、国防的需要。那这些需要的钱，你征的东西超过了这样的国家机器的需要，这也是虐民。自古以来，一个仁政有个基本的说法，就是藏富于民。如果国库非常非常丰富，而民众很贫穷，这就是虐民。但往往一些没有一种权力制衡的，他容易用巧立名目，征这个税，征那个税。就使得老百姓手上越来越没有钱，财富越来越少，而这个官员给皇帝进贡就越来越多，而且有盈余有盈余，除了公费开销之外，是自己还得了很多好处中饱私囊，从中就有很多弊政，就有很多腐化的现象这就是第二个虐民。第三个虐民就是凶方之罪不能书报，有丰收之年，也有欠收之年，有天灾人祸，这些也在所难免。一个有仁爱心的人，这些凶方之罪赶紧要把灾情上报，希望上面和周围的人都共同来帮助遭灾的地方。共度难关应该是这样，但是自古以来直到今天都有一些弊政，就是地方官员他不报，或者说不能快速的去报，贻误救灾的大好时机，这个在我们这个。古代权力不说，现代也常常有
可能大家记忆犹新的3年智能灾害，我们饿死的人不少啊。有的地方它就是不能速报啊，瞒呐、隐瞒呐，这也跟当时的这个大跃进啊，这个。个盗产高产多少多少，报得很高，然后上面又把很多粮食都征收上去了结果他这个一旦灾难来了以后，他又主要是保自己的乌纱帽嘛，他又不能把真实的灾情向上报，所以就饿死了很多人了。那这个官员情况不一样，都有的比较诚实的官员，他就不谎报。不谎报产量，所以真的上面真的也比较少，不会那么多，所以自己老百姓包括地方的仓库粮食还比较多，这样死的人就比较少，饿死的人比较少。如果谎报的太多，粮仓空了，老百姓又很穷，又不能对付这样的，自己力量对付不了，那就饿死很多人。那饿死很多，有时候已经到了一种非常非常。让人不能容忍的地步，他为了这个所谓的安全，都不让灾民去逃荒，不让人家去讨饭，到外地讨饭，都用民兵把住村口，那整个的就饿死在自己的村上里面。这是中国这个灾难史上非常深重的一页，这跟官员的这种情况有关系啊。但是这里面。我们看，我们很多官员处在地方官饿死这种人，他有不有良心上的这种谴责？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有责任？我看这是需要深刻反思的。有很多会认为，哦，这没办法，我是受上面的指令。孟子曾经讨论过一个事情，当时他在齐国做。上清的时候他就到一个地方，当时齐国也有一个凶啊，也有灾啊，凶荒之年。凶荒之年，他到地方去调查的时候，说这个有5个地方行政官员，他这个孟子就问他一个问题：你饥荒年代老百姓饿死在沟壑之间，这个情况怎么解释？那这个。地方官员都说这没有办法，这是上面要我怎么做怎么做。好，其中孟子就说：好，你是上面委派你做官员的，也就是父母官了。你说你没有责任，那假说你跟一个你人委托了你一群牛羊，牛羊呢，你放牧这个牛羊一定要给它草吃啊，它这个。牛羊生病了，你一定给它治啊，这是应该的啊。应该如果说这群牛羊没得吃，病也没得治，这时候你该怎么办？你是继续放牧这群牛羊呢，还是把这批牛羊交还给那个主人呢？哎，他又说是啊，如果我放不下去，解决不了问题，那我只能把这个牛羊交还给那个。主人呢？好，那你作为地方官员，你就像这里对着老百姓叫牛羊，就像牛羊一样。当你保护不了老百姓的时候，上面也让你做，你也没有能力的时候，这时候你可以辞职嘛？你可以把老百姓交还给他们，但是你又没有交还，又让这些牛羊死了，你能说你没有责任吗？这5个人，其中有一个官员，他听了之后，他承认自己是有责任，因为你在你没有能力情况下，你没有辞职嘛，你还在这个岗位上嘛，你怎么能说你没有责任呢？所以这个因果呀，这因果，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，这是不能去推辞的。这个沙特的存在主义讨论这个责任问题，你只要上了前线，你就要负有战争的责任，
上在战场会争。那他也说啊，我也没有办法，这个这个上面征兵不去怎么怎么样啊？沙特就问你可以不去，因为你有自由选择的权利，啊，你可以做逃兵嘛，啊，逃也逃不了，逃不了你可以自杀嘛，你也没有做逃兵，你也没有自杀，最后你选择的上战场，你怎么说你没有责任呢？啊，所以我们。民族的很多灾难，每个人都参与了，好像每个人都没有责任，到底责任在谁身上？啊，所以这里讲到凶方不能输报，这就是你的责任。啊，这是第三、第四，就是民间老百姓有穷困的事情，你把它。这个压下来，不让上级知道这桩事情，这就是虐民。啊，真的，这个事情在我们现在应该反思一下很多呀。啊，哎呀，这个发生什么矿难或者什么，他第一感觉到赶紧不要让外界知道，赶紧不要让上面知道，啊！现在中国还今天出了一个，这是出了矿难，很多新闻记者去，新闻记者不去做报道，而是去领什么领封口费，啊！这就是民间的疾苦被他压下来了，社会不知道，上级不知道，这就是虐民呐。啊，第五就是绝育无听断之民。啊，这个各种诉讼，原来的官员、县官、什么知府，他们都要去做这种断案的工作的。你在这个断案过程当中，你没有把案件听明白，你没有公正的处理，你没有这种明智的这样的一个。啊，你太糊涂了，断错了，啊，断错的就会制造冤假错案，啊，冤假错案不该杀的杀了，不该关的关了，而犯罪者反而逍遥法外，这个官员是有责任的，这就是虐民，啊。或者第六，在这个原告、被告当中，你把这个事情牵连的太广了，有株连之类，因一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犯罪，你使人啊整个家族都被牵连了，这个累及无辜，这就是虐民。啊，第七就是或者因件小事，你在你手上没有处理好，变成了一件大事。啊，实际上官员要善于的把大事化为小事，你小事都恶化到了大事，这是说明你没有啊从政执政的能力，啊。第八就是或者现今天要完成的政务，他拖到明天或者多少天，啊，这几种就在文昌帝君看来，这都是虐民、弊政。啊，谈这个酷啊，严酷，不一定要放自勤的去啊鞭打。你对于下属，啊，这里提出六点，对下属，或者由于他一点小过失。你竟然把他上纲上线，要啊诛杀他，这就有点过了，这就是酷，或者由于他的过啊一个误事而谴责，就是无心之过而谴责，因为下属在做事的时候，他这个犯点小过失也在所难免。啊，你一定要有容人之过的心，他不是有意的，就得要原谅，啊。第三，或者
随着自己的喜怒好恶来啊，愚使下面的人，愚使下面人，而且啊，这个不考虑对方的感受啊，愚使不均啊，愚使不均。这个原来我接触一些公务员，特别是一些当秘书的，我实在觉得那些当官员秘书的人太苦了，基本上没有自由啊，逢年过节都不能回家啊，如影随形啊。这些官员觉得啊，你应该这个样子，但你要考虑他也有家庭生活，他也有正常的生活，你怎么全都把他的业余生活给他剥夺了呢？这都感觉到不好啊，不好啊。就是怎么对待部署，怎么你有种絮叨，设身处地问，跟你的这个下级想一想，他也是个正常的人啊啊。或者听到那些谄媚之词啊啊，就对于下属有的厚一点，有的薄一点啊，唯我以自己的看法为核心啊。实际上下属的很多功过得失，你要多听听大家的看法，兼听则明，你不能老是自己看着。因为特别是在这个上级啊，因为下属，因为你有权利嘛，下属跟着你肯定都是讲好的，是讲你有什么这个爱好，都是挑你爱听的去讲，表现的都是很好的。但是在你的视野之外，他的表现怎么样，你如果不去多了解，你是不知道的啊。那用人要用正人君子啊，要用到一个好人，你这个政治才能够顺利；用到一个小人上去了，那就麻烦了。第五呢，就是啊，出门啊，或者考察工作出远门，很多人前呼后拥，这也是不可以的啊。现在很多地方就怕上级过来啊，太麻烦了，一来多少人搞接待，搞这个很麻烦了啊。就是那些抢险救灾的地方，实际上他们这可能上面不知道，他们都怕上面去人，一去人手下工作都要停下来，然后排得整齐迎接领导，自己应该干的事情都放下来了，这叫扰民呐啊。有些官员认为这很有面子，很有排场，他应该这个来迎接我，都要放下什么东西。实际上你这样不行啊！啊啊！第六就是啊，驱使部下啊做种种的事情，但是他不考察人家的饥寒困苦啊。这个凡此种种，在文昌帝君看来都叫酷啊，不仁义，不厚道啊。这种人，这个权力啊，领导他最终要靠德性的啊，要人家心悦诚服才能去跟着他走的。你这样酷的话，他会离心离德，最后他也没有什么好的下场。当你有官位的时候，你有权，大家这些人没办法捧着你，你下来谁也不理你啊。一个人有道德的领导，他下来人家都能够这个上门的话，这是他积的德。如果没有积德，一下来谁也不会理他的啊。甚至都有些观念理论的时候，这个老百姓都放鞭炮啊，到了老百姓放鞭炮要你离开的话，高高兴兴的，那这个东西都麻烦了，不得人心了。
所以我们看到做官，如果你做了议政官在这里，你不得人心，实际上也没有意思啊。那你怎么得人心？就是要以老百姓的疾苦为疾苦啊！因为特别是做高官的人，一定要一种无我的这种智慧。他权力很大，官位很高，你绝对不能考虑自我呀！你一定要全身心考虑老百姓的，啊，要有一种担当的精神呐，啊，要有一种大爱呀、大慈、大慈悲心、大仁爱心，这样去真正做出老百姓啊，这个利益老百姓的事，啊，所以公门呐、做官叫公门好修行，因为他有权力，他出一个善政就能利益多少老百姓。但是公门也造孽也很厉害啊，他如果权力是为自己服务，进行权力寻租，搞那种贪污腐败，那老百姓也会遭殃啊！哎，他造的孽也非常重。啊，你看那个纪晓岚写那个《阅微堂笔记》，他很有意思，就是讲到这个有一个走无常的人，也就常常到阴间做差事的人，他发现，在阴间里面，原来到地狱里面的有很多都是官员，特别是那个官员旁边的人。啊，就是或者常随就是他的秘书啊家属啊什么，就是没有官位，但是在跟官员有关系的人，他利用这个官员的这些权势来谋了很多利，这种人下地狱的比例很高。他说他有个侄子在县衙门干公事，叫他赶快改行了，你不要再干了。纪晓岚的这个笔记里面，他有这么一段。但为什么？就是你有一个正确的观念，公门是好修行的，是能够利益广大大众的，因为你有权势。但是这些权势造孽，他也造得大，所以他是伤人间的，伤人间。所以自古以来，这个政治哲，中国传统这种政治结构对这个官员的政治教育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这些官员都是读四书五经出来的，如果他真的是按照儒家的那套观念去做，他好官员的比例会高。如果没有这套儒家文化的教育，又处在一个没有监督机制的这样的权力的空间里面，实际上这个官员风险很大。那么我们这个看到这个文昌帝君十七世以来，他做了很多积功累德的事情，唯有这个酷和虐两个字他没有沾过边呐。不仅他自己没有沾边，他自己还在匡正这样的酷虐